我给你们捞了几条鱼啊，这个鱼手气都开叉了，看到没，一二三四，我不管你们三个想什么招，拿针给我缝上啊，我看看你们手艺活怎么样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一号种子选手巴比，二号种子选手燕燕，三号替补选手小王，地上就你话多，领导夹菜你转桌，赶紧给我缝上。二号种子选手燕燕一看在家就干过这个活，已经快推到中塔了，你们两个快一点啊，这个还在这穿线呢。哎呀王总监行啊，你看整个最骚的线红色好区分。姐夫我缝完了，这手艺可以啊，一看就活好，在家干过。好嘞，完事儿。你缝这个玩意儿虽然是红，颜色挺好看，缝的跟乌冬娃娃似的。第二名，姐夫你看我缝的行不行，来看看看看，兄弟们呢，细节决定成败呀，你看看这缝的啊，这好像车祸现场，找女人这样的不能找，他活不好。来王总监拿菲斯科粉给他手机擦一下，然后这些鱼就放回去。来恭喜你，你今天就是咱们渔场的冠军，这个鱼池里的鱼随便选一条，自己养也行卖也行，奖品送给你了。哇